大家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强攻啊！那这盘蛮厉害的哈，早盘冲两次高点啊，然后杀了下来啊，杀了下来之后，大家以为说啊，这个盘今天可能会震荡啊，会比较可能会涨得比较少一点啊，因为国安基金一定是开高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到台积电嘛啊，如果你是国安基金，你不会去强拉的啊，国安基金它不会强拉，对不对？这低档的时候它可能会买啊，但是呢，高档的时候。尤其是当外资要转回来买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倒给外资啊。当然理论上今天这边应该是国安基金在卖啊，卖一卖之后，竟然尾盘的还拉了起来啊，很厉害很厉害啊。这个盘呢，哇，尾盘又拉了起来啊，很多人都在放空啊。我知道是最近很多老师哦，也都是一样啊，嘴巴讲多，期货都在放空啊。看了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你这样说实在的，你说政府已经告诉你他要护盘，那我也一直告诉你这是个选举行情啊。那真的很多股票跌得很深啊，很多电子股其实真的跌得很深。你说对不对？这种驱动 IC 真的跌得剩下多少？剩下三成吧，啊，289，对不对？290，剩下多少？81，哎，三成不到，哎，三成不到，哎，哎，290跌到81，三成不到，哎。对不对？真的跌到三成不到啊！那这边，当然它一定会反弹啊，但是反弹上来你还是要调节了啊，因为报价都是往下修的，那需求现在还没起来，除非说它是新的产品的运用啊。其实我常讲，其实股市里面你就是要有新的东西，那别人做不出来的啊，你有新的东西，它可以再开辟一个新蓝海，会有爆发力哦，那股票。它就会有很大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利多，还没有出尽，它就没有死啊。但是毕竟啊，你说驱动 IC 去年真的是涨太多了啊，涨太多。那时候我都说，这个天域涨得比合一还合一的时候，你还敢买吗？对不对？那时候应该去年四月的时候了啊，你还记得吧？我那时候说，真的天域涨得比合一，你看这一段。涨得比合一还要合一的，你还去买天域，头壳坏掉啊，对不对？那就崩成这样啊。那所以每档股票命不一样的啊。那合一也是啦啊，合一有自己的命啊。最近就是量比较缩一点了啊。那甚至今天盘中，我一个会员啊还跟我讲，他把一个老师的讯息啊给我看啊，他问我是不是真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测标是合一的谣言啊？其实真的很有趣的哦。那老师我真的不认识，年轻的老师吧，啊，他也在那个网红投顾那边呢啊，网红老师那边，真的很厉害呢，真的那个讲的跟真的一样哎，哦，讲的他好像很厉害哦，说什么看过什么公司的内部报告，公司的内部报告有这么好让你看吗？对不对？他真的公司真的不怕死吗？你算哪根葱啊？对不对？公司内部的机密随随便便给一个阿里不达的小朋友看哦，你看真的这有时候觉得胡乱也要。真的有凭有据啦！哦，说真的，你虽然现在其实讲难听点，分析师很多啦，哦，说真的，其实现在在台湾什么师都很多嘛，律师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很多啦，因为都越来越多人嘛，都比较都开放很多人啊，其实都不值钱啊，但是也帮帮忙，很多事情你不能胡说八道吧？对不对？什么公司内部报告他看过了。哦，然后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啊，我那是我会员问我的，啊，其实你说合一我的眼线多不多？绝对很多嘛，市场上的啦，法人圈的啦，对不对？我的会员有很多的资讯啊，等等的啊，啊，大户大鱼有大鱼的消息等等的。我真的，你真的，这今天早上给我看的东西，我真的心里不知道，我真的。就跟那些领便当的一样，对不对？
很多领便当的，很多酸民的，叠的时候就造谣，然后怎么样的，都真的都很夸张嘛，啊。那你说真的，你当一个分析师，你也帮帮忙。你要做生意，也不能说胡说八道一堆，对不对？就像很多老师天天赚啊，我这边赚，我这边赚，我哪边赚，我哪边赚啊，赚赚赚，对的，都很会赚，涨的时候都有，跌的时候都没有。那会员很多都跑到我这边来，啊，我真的。不知道呢，这个是什么鬼谣言？什么公司的内部报告他看过了？我问你，你相不相信？这公司有那么笨？我内部报告给你看了，你是谁啊？对不对？你是哪根葱啊？我们都不敢讲这种话呢，真的，我们都不敢讲这种话。啊，不是呢，他就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对不对？就像 FDA， 你说问很多问题，这很正常啊，是不是？那是 FDA 他们的一些程序嘛，啊，那么想要了解更多，那都很正常。哦，那当然就希望你赶快嘛，赶快一个答案结果出来嘛，啊，授权有授权的进度嘛，对不对？大陆药证有大陆药证的进度。是不是？那合一还有很多的王牌嘛，对不对？你说 FV825，哎，也不错啊。接下来看 Leo Pharma 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哦，那另外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是那个 SNS 啊，哦，我每次都记错了，我真的每次都记错，因为那个比较久一点，但是说不定那个也会很快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现在新冠一直在突变嘛。所以它有它的价值在，这次是因为说，对不对？可能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，大家对它可能就比较没有耐心了。我们这样也好啦，其实你量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想乱动也好。说实在，大家不想乱动也好，你就让它沉淀嘛，等到机会来了，真的要动了。要凶的时候再凶嘛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是讲一些谣言，真的这个，像我今天早上我会员对不对赖我的哦，说真的啦哦，你说对不对？合一有很多大鱼啊哦，合一有很多大鱼，每一档股票都有大鱼在，你说这一波跌下来，全球股市跌下来，很多大鱼也套，好不好？我讲的很难听一点，对不对？只有神不会套牢，好厉害哦！很多散户都，对不对？很多酸民，很多领便当的，他们都是神嘛。还有就是跟那些投顾一样嘛，每天涨停板都是神嘛，每天都赚的啦。你相信你就去吧。我只能这样讲，你相信你就去。就跟合一，你不要等，你就不要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等，他不会，他未来会很好嘛，因为他很多王牌在手上嘛，是不是？你说股票哦，只有神啊，神才不会套嘛，对不对？都是神经病啊！我讲难听，都是神经病，都自以为是神经病。就像我说这个双红，这个大户法人，对不对？这买多少，他跌下来也套了。再买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多都几乎都送分题啊。你看早上还装死，哎，尾盘又给你拉起来。股票这么简单啊，每个人都是侯亚郎啊。我常讲，每个人天天都涨停板，每个人天天都大赚，哎，让大家让侯亚郎。你相信那种鬼话，你就相信吧。很多神经病啊，我讲难听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只告诉你真实的讯息，真实的世界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一波讲难听一点，他就是故意杀台积电嘛？这最后这一段多狠啊，真的很狠，对不对？台积电从500块给你杀到400，又多给你杀了100块，台北股市呢？
又多给你杀多少16000点，又给你多杀了快2000点，真的啊，这个真的是乱搞。我们不敢说什么空方故意或怎么样，有什么突应球，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真的，就这一段真的是杀得很狠，因为这一段杀得很狠，是不是？杀得很狠，杀到很多人都害怕把股票杀到低档，杀到很多人都害怕，现在都在放空。但是呢，你说这边放空对吗？你说这边卖股票对吗？对不对？很多什么议员教授，有的想想，我是跟他上过一次节目了，我是觉得他人蛮有趣的了。可是，但是有时候讲那种东西没有说很事实根据的，对不对？台积电什么300块，对不对？那害死人啊！那台积电300块怎么？他到底是怎么算的嘛？我讲得很白嘛，你到底怎么算的？我讲得很难听，你台积电啊，譬如说你买400块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买430好了，好了，一年配10块嘛，现在大概12块，一年配12块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配个3年就有36块了嘛，你的成本就变400了。啊，接下来如果说台积电成熟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联电那样哦，慢慢的也不盖很多新的工厂了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一年就配个20块吧，或者15块吧。你再配个4年，你就多60块，你就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多了100块的利息，你放着你也不会死啊。它是台积电，它还是世界最强的晶圆代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干嘛在这边听那些胡说八道的鬼话，把股票杀在低档？就像说去年我常讲啊，你很怕死的，你就去买鸿海嘛，100块买鸿海，讲难听一点，一年配个5块、4块、5块给你，对不对？配个4年，你的成本就变80块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买鸿海就不会死啊。因为它没有涨到嘛，鸿海都没涨到嘛，去年一整年都没涨到。那你看今年年初涨多凶啊！哦，先动的是鸿海，哎，要除权对不对？这边是多少？这边是100嘛，你除完权，对不对？这边涨到110、120，这种是很慢啊。但是你说至少它没有死啊，大盘跌1000多点，对不对？不，跌了4000多点，鸿海要让你赚钱。啊，所以有时候股票，我常讲股票的价值，啊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反正你要用 K D， 你要用 R S I， 你要用你的技术分析，你要用你的，对不对？追高杀低都那是你家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知道大鱼怎么想，人家能够成为大鱼的人，啊，他们绝对是格局很大的，对不对？一档股票跌下来，买2000张的，190跌到120、130呐，190跌到130呐，它是赔多少钱？买2000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张赔6万呢，2000张赔多少？1亿多了，2000张就赔1亿多了，然后呢？对不对？再买啊，再加码啊，再加码啊，这就是大鱼嘛。哦，啊，散户呢？哎呦，烂股票跌死了，笑笑笑笑笑，最好是赶快去放空啊！我刚刚讲，你说这些领便当的酸民的爱放空，赶快放空，对不对？你们那爱放空的，赶快去放空。到时候被嘎的，不要哀哀叫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说你要空合约，就去空嘛。等他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嘛。跟药华药一样嘛，啊。前天还跟一些朋友在聊药华药，那真的很厉害了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哎，他也应该也没死啊，他也没死啊。
还有人看很高嘞，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有趣，很高哦。还有人把耀华要看的价钱很高，哎，那不是散户在看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们那些什么网络讨论区的达人在看的，那是真正的里面的鱼在看的，大鱼在看的。我看得很高，那你说合一有没有机会啊？啊，所以我常讲，真的领便当的很多，这个台北股市，台湾就变这样了嘛。台湾已经烂掉了嘛。我讲难听，台湾就烂掉，这几年其实都烂掉了。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真的啦，啊，这你看这次那个什么英国首相啊。啊，那个强生，对，虽然我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了啊，但是他也是人家就很有guts，至少他辞职了。你看我们台湾，对不对？每次那些官做什么错事或者什么被抓包，每个都很会凹嘛，对不对？都很会凹啊，啊，我们就变成说没有是非啊，对不对？你总是要建立一个体制嘛。台湾就变得没有是非嘛，对，大家网络上一堆奇奇怪怪的人，我都无所谓啦，我觉得都无所谓，反正每个人他有他生活着的价值啊。你如果觉得你活的价值是这样，那就是你的价值啊。那做股票就是看未来啊，做股票我常常说，你就是看这个产业未来，那你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产业的成长。对不对？那你就有希望啊！当你有那个希望在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哪一天他达到了，你真的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你真的会很开心。你说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这个大鱼哈，对不对？以前也不是有钱人，他就是这几年，哇，赚了很多钱啊。我听说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号称呢，号称赚的这样，号称赚的这样。以前不是有钱的，号称做股票，号称是这样啊，但是至少几十亿啦。我只能这样讲，人家做股票就是有guts啊。啊，你的guts在哪里？我觉得酸民都没有guts，连真实姓名也不敢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看着我只能笑一笑，啊，反正无所谓，啊，我只希望真的你做股票要做对的，它还在高成长，有guts一点，亲爱嘛，结果真的中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，哦，我说有一个人。我据我所知啦，这档股票也赚得快，哦，应该有这样子的，哦，那也不是有钱人的，也不是有钱人的小孩，真的，装这档股票也是赚得不少，他们家也没有说很有钱，就是靠这档股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真的啊。人就是这样嘛，你机会抓到了，时机来了，你可以赚到大钱。就像你说合一，绝对是有机会的嘛。他结束了吗？没有结束，他只是辛苦了，遇到了很多事情，没办法，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方便讲。也没必要讲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说他还有很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的东西还真的还不错，就好了。他总是有机会的，总是会开花结果的。就像说，你说 FDA 问，总是要给一个答复吧，对不对？大陆药证也那么久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授权，那这些。我们就相信嘛，我们就相信公司他们努力在做啊，毕竟股票他们比我们多啊，对不？
大鱼的股票也比我们多啊。所以真的啦，我今天会讲那么多，就是有感而发啦。其实真的，就像我今天早上我那个会员的来跟我讲那个事情，我真的觉得奇怪呢。现在的真的很多那种阿里不打的人哦，对，老的骗的很会骗的老师就算了，很多年轻的也很会骗，也很会胡说八道，你就笑一笑吧，反正你们自己对不对？自己去决定了，眼睛睁开一点了啊！对不对？天天涨停的，天天都赚的，你就去吧，啊！我只能祝福你了啊！说真的，啊，这么厉害就好了啊！对不对？就像说，你说做股票，真的，你说就老老实实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一直常常会跟你讲台积电啊？那甚至先进封装也很重要，就是这样嘛。因为这是个趋势啊，它不会改变的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变，那当然你要去找说它还有机会的。我就像说这一波的选举行情当然是要做多，但是有些股票对不对，你是要逢高卖的哦，你是要逢高卖的嘛，对不对哦？一些消费型的或者 PC 的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你说之前疫情受惠的哦，景气循环股，你说航运股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说我不喜欢的，是真的。你上去有多少肉，一定会反弹，但是上去有多少肉，就像联电也会反弹，它上去有多少肉，对不对？你该换的还是要换的，是不是？而你说合一，当然啊，它比较不一样嘛，因为毕竟你如果拿到美国一材授权又谈好。啊，如果说拿到大陆药证，你说他会到哪里？当然，对不对？绝对要跟他玩一玩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6617就这样嘛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也涨到300多块啊？快400了，这就是生技股。哦，死的时候你会受不了，真的啊。你说共性也是一样嘛。死的时候你也会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死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卖掉了，被大鱼吃掉了。结果呢，50几块现在400块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跟这个有关呐？啊，我只能讲共性跟它有关呐。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共性的大鱼，哎，真的很有价值，这个也是很有价值呢。你看，别人不要他全吃啊，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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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，这时候你知道他成功了没有？对不对？没有，大家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，几十块、五六十块，大家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。哎，成功了，你现在去买400块，你买得下去哦？当然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啊？对吧？你现在才要去买，已经太晚了吧？是不是这样讲？50万变400万了，500万变4000万。啊，就像说，你说这个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200多块，一定没人敢买。啊，你说我听到那个。啊，那个年轻人真的也不错，蛮厉害的了。靠这档，这几个月对不对？也赚了这样子吧。啊，也赚了这样子的。他们家也不是有钱的，所以你说合一有没有机会？你要不要珍惜啊？你要等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好好的等，对自己不要乱做。啊，你不想等，对不对？上去了，你要卖，对不对？你就去卖。这个没有人强迫，啊，这自己要去决定嘛，对不对？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哦，常讲人生有时候都是命嘛，啊，选对的行业，啊，选对的股票嘛，但是你也要选对时机，啊，你说合一现在当然是还在一个小朋友小时候的阶段。对不对？那营收又那么烂，
但是它总是会长大嘛，而且机会很大嘛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好不好？我今天有感而发了啊，今天因为真的太夸张了啦，什么鬼话？有些人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，我就觉得蛮好笑啊。这行情好好的把握吧啊，选举的行情啊啊，那合一有任何的问题也都欢迎来电，也祝各位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